9月26日，邓超在自己微博上传一组截图，并配文称：“孙俪老师生日快乐”，并艾特了孙俪。九张照片分别是今年每一月份的某一天9点26分的截图，而这条庆生微博正好9月26日的9点26分发出，可见是非常用心了。网友纷纷评论道：“超哥真暖心，掐点发祝福呀，这波狗粮得吃下，这是我见过最高端的秀恩爱。”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